从古早的官府衙门，到宏伟森严的法庭，到如今明亮舒适的空间，这都是人们争个是非曲直、寻求公平正义的场所。近百年来，这个场所的改变超乎你的想象。这一切得从现存最早的法院建筑说起。我们现在这一栋所看到的是台南地方法院，是日治时期在1912年代所兴建的一栋西洋历史式样建筑。它比较正确的说法是西洋历史式样，因为它是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在流行的所谓的历史主义的这种影响。那所谓的历史主义，其实讲的就是在建筑上去使用各种不同时期的语汇，把它拼凑成一栋以古典风格为主的建筑。所以它的表现跟传统的西洋正统的古典建筑不太一样，反而会显现出更多样更丰富的这种色彩。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南地方法院的门廊，这个门廊可以看到角落的地方有三根柱子所组成，那中间有两根是独立的，那造型是不太一样，最角落那一根是方形的，因为它可以去界定这个角落的一种感觉。那每一根柱子除了圆柱方柱之外，其实它中间还有突出一块一块的这种方形的，我们称它凸眼。那其实这个是要让这个柱子显得更华丽更丰富。那门廊的里面其实还有天花板，天花板也做得非常的精致，而且有藻井用木头做出来的各种装饰。那大门的地方还有一些装饰，也还有一个日本时期的那种有一点像勋章式这样子的装饰物。古典式样建筑致力追求和谐与对称的美感，于是日治时期的公共建筑95%以上都是对称开展。台南地方法院旧舍却是特例，建筑师在它的东面设计了一个圆顶，西面则矗立高塔，圆顶厚重，高塔修长，两个不同的建筑换算之后体积相近，呈现不对称的和谐美感，显示建筑师的不凡功力。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大量移植西欧的制度和文化，以建筑而言，基本上有英国维多利亚式砖造建筑以及欧陆古典式样建筑两大类。1919年完工的总统府就是红砖镶水平带式偏向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和总统府风格相近的有台大医院旧舍和位于南昌路的公卖局。1915年落成的台湾博物馆则是拥有柱列及圆顶的欧陆古典式样建筑。台南地方法院则是糅合两种风格的独特建筑，在正面门廊部分依循欧陆系统，采用圆顶柱列这些建筑元素，呈现华丽的风貌，外墙则使用红砖，呈现朴素的形式。这栋建筑是由当时台湾总督府营善科的建筑技师森山松之助所设计。除了台南地方法院之外，台湾许多重要历史建筑物也都是森山松之助的设计作品。公卖局、监察院，还有由他决定拉高的总统府中央尖塔，至今仍然是各个城市天际线上的重要风景，也是许多人记忆里不能抹灭的影像。1960年代，台南地方法院西侧高塔出现裂缝，当时的主事者会同建筑学者会刊，认为高塔可能随时倒塌，于是报请拆除。台南地方法院的不对称建筑就此成为台湾历史建筑中难以弥补的缺憾。
这里是台南地方法院的门厅，那这个门厅其实非常的美丽。这个门厅里面有十二根柱子，三根三根作为一组，每一组有一个基座，柱子本身也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在柱子的下面有一小段有非常漂亮的装饰的纹样，那这一部分在台湾其他的建筑里面也非常的少见。那柱头的部分当然更为华丽，跟前面的门廊可以说是相互的辉映。台南地方法院的圆顶的构造非常的特别，因为基本上它里面是一个木陀的构造，那这个在台湾的日本时期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那我们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到，它这个木构造非常的精致，也非常的特别。那分成两段，在下面这一段是直的，在现场我们会看到旁边是砖墙，然后外面涂白色的这个漆，那四面都有一个圆拱窗，在上面的部分其实是包覆着铁皮，那这个铁皮有八面，每一面都有一个圆窗，那其实就是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牛眼窗。那下面的部分其实也非常的精致，可是我们从大厅看的话，它其实下面还有另外一个天花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构造。那这样子的构造其实是在台湾甚至是在日本也都是独一无二的。台南地方法院将近90年间一直作为法院使用，法庭自然是其中的主角空间，有很强的仪式性和象征性。无论由主要入口还是次要入口进入台南地方法院，都得穿过一道南北向的廊道，才能到达主建筑群内侧的法庭。这是设计者为了避免审讯时受到干扰所做的安排。日治时代的法院建筑主要以古典的建筑语汇表现法院崇高神圣的形象，内部空间高大华丽，让当事人肃然起敬。此外，当时台湾总督拥有广泛的立法权，司法并非真正独立，从旧台南地方法院缺少体贴当事人的空间配置，显示当时的司法体系仍然着重树立主政者的统治权威。日治晚期的另一栋法院建筑同样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威权心态，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司法大厦，1934年日治晚期落成。这栋建筑其实是日治时期高等法院的第三代建筑，建筑中央有高塔，两侧对称开展，和格林的总统府相似，但是比总统府晚15年诞生的司法大厦已经没有总统府那么华丽的装饰。1895年日本殖民台湾，台湾总督府建构了一个独立于日本内地之外的殖民地法院体系，将西方式法院制度首次引进台湾。当年台湾总督府就以日令第11号公布台湾总督府法院职制，为台湾现代法院组织奠下基础。其中第一条规定，在总督府设法院，在宜兰、新竹、苗栗等地设法院支部。司法大厦的前身总督府高等法院就是1899年第一批设置的法院。当时日本人以清朝时期的城隍庙作为第一代高等法院处所，在华人心目中，城隍爷明察秋毫，记人功过，选择城隍庙作为过渡性的法院，也许正是日本人有意识地利用华人的文化象征导入现代司法体系。1899年，高等法院迁离城隍庙，在台北城内大小南门间、文武庙附近
盖起第二代高等法院院舍。第三代的高等台北地方法院建筑则是1929年起造，位于台北市文武町书院町，拆除原有文武庙之后建立。司法大厦这栋建筑的门廊跟地面层显得特别的厚重，那二三层是一个整体，外面贴的是北投产的绿化砖，在风格上这栋建筑可以说是属于西方历史式样，应用了很多所谓的仿罗马跟中世纪的风格。在司法大厦的中世纪建筑语汇里面，这种仿罗马的柱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那它的柱头跟一般的孤铁柱头不太一样，看起来像一颗篮子，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是一种篮式的柱头。另外这栋建筑还有一个高塔，在高塔上应用的被日本专家认为是属于日本趣味的这种盔甲的屋顶，那本来的高塔比较的高大，后来因为司法院增建了一层楼，就显得比较的低矮。这里是司法大厦的大厅，它分成两个部分，那前面这个部分是一个柱厅，有12根柱子，那这些柱子构成一个非常华丽的感觉。那通过这个柱厅，后面是一个楼梯间，那这个楼梯间是一个 Y 字形的楼梯构造，可以把人们引导前往楼上。在内部空间上，这栋日治末期的高等法院呈日字形分布，一楼中央主要为玄关、守卫室、律师室等，二楼和三楼分别是台北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的使用空间，中央为大厅，法庭则设在建筑部的角落处，显得较为隐秘。光复之后，日治高等法院由国民政府的司法院接收，过去的法庭空间都已更改为办公室。在司法院三楼司法行政厅办公室可以看见旧日法院的痕迹。除了将地方法院移出，法庭空间改变为办公空间，这栋司法大厦和日治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加盖了一层作为大法官办公室及宪法法庭。宪法法庭大法官的席次，中央为审判长，依序以年资排列，两侧是鉴定人席，接下来是申请人席及关系人席，记者及民众可依相关规定到庭旁听。在这栋司法大厦里，大法官的组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司法制度。事实上，大法官所做出的解释与一般民众的关系比想象中要密切得多。例如1994年9月28日，司法院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换发身份证需按捺指纹的规定违宪，就和大家息息相关。伴随台湾的民主化，大法官从1980年代后期起渐次建立其违宪审查权威，例如释字第251号宣告违反人权的违警罚法违宪，促成社会秩序维护法之制定，第261号促使国会改选等解释，影响都十分深远。光复之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沿用日治时代的法院建筑，然而由于新设地方法院或旧院舍不敷使用，民国50、60年代陆续新建法院建筑。由民国53年设立的云林地方法院，以及民国62年设立的桃园地方法院，可以看到当时法院建筑的面貌。云林地方法院为现代建筑，设计简化的古典线条，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建筑物不算宏伟，但是比例适当，线条利落。
相隔八年新建的桃园地方法院，同样是对称建筑，但是古典式样的线条则完全消失。由于诉讼案件成长，旧建筑空间不足，云林和桃园地方法院在民国60年代之后陆续增建。行走在这两栋法院，可以感受建筑随着使用者的需要有机生长。本院为提高行政服务品质，所以我们在84年的时候把楼下的一楼打通，改成联合服务中心。那当事人来的话，他一次就可以完成他所需要办的事项。在法庭区的报到处有增设当事人的休息室，有2间。那当事人休息室，我们现在目前里面有电视啊、有施暴，还有六法全书，休息区还有叫号系统，只要坐在那边地级法庭要开庭到第几件，他们在那边一面看电视就一面知道到了没有，给当事人非常的方便。为因应诉讼制度的改变，同时也考虑当事人的感受，台湾的法庭空间多次改变。以变动较剧烈的刑事法庭为例，民国72年，当时的法官、检察官、书记官都坐在高度达60公分的法台上，第一阶的通议席高度也有50公分，律师及当事人只能仰望高台或站着受训。民国79年，法官依旧高高在上，检察官、律师则移到第二阶，仍然比被告高一阶。民国96年起，除了法官席地板离地面25公分至50公分之外，其余席位都和当事人置于同一平面，书记官席、通议席都面向旁听区。法台高度降低，以及相关人员的席位改变，反映的正是司法对当事人权益的尊重。随着时代改变，司法和民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对法院建筑的看法也逐渐改变。这个是一个我25年前的一个设计，恐怕台湾来讲，这个是最早期比较有点规模的法院，前面来看比较庄重啊、稳重啊，但是呢厚重中我也有点好像往外飘的样子。其实我这个已经以现代语言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方式出现啊，都是表示一个大厦虽然是庄重，但是它还有轻巧的一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凸出来道具凸出来给它一点变化。所以我们呢、用心良苦，就是说我们的中国精神呢其实也可以跟现代一起合在一起。大厅则有2层、3层、4层渐次挑高，最高处则以天窗处理，引入自然光，就像豁然开朗的新世界。这种层层渐高、层层渐亮的手法，仿佛渐次拔高的音乐旋律。这个是士林地方法院的正门大厅，其实士林法院呢有2个进口，一个是正门大厅这边，另外一个从后面是给一般民众的。这个大厅的主要的意义呢，就是使得你进来从一个光亮的地方呢，进个门之后呢，这个光线呢就从这个大厅的最后边那个墙面呢反射下来，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说表示呢到了法庭觉得还有点公正，有点光明，给你一种光线自然的味道。建筑师设计时考虑到民众进入法院的感受，特别在地方法院后方的民众入口营造较为人性的气氛。这个入口不仅尺度比较小，所有和民众关系密切的空间也都安排在民众入口处附近，由红砖铺面的服务大厅到户外庭园，都在表达温暖与司法值得信赖的意象。公证人就位，新郎新娘就位。法院同时也是洋溢幸福的地方，许许多多新人在公证结婚的礼堂里结合。
类似的安排也可以在朱建筑师设计的另一栋法院建筑里看到。这栋民国70年代的建筑基本上仍为日字形内部空间，但由于规模较大，建筑师设计了四个天井，有利于通风采光，节约能源。民众可以在小天井内的当事人休息室等待开庭，或者漫步大天井中的中庭花园舒缓情绪。当然，您也可以走进联合服务中心，让亲切的志工、法院同仁为您解惑，或者只是坐在大片的落地窗前，让午后的阳光为您转换一下心情。建筑师特别设计了一个外框，以大跨距的大梁增加建筑的气势，并且把正面统一起来，让正面不至于看起来太多出入口，显得琐碎，也造就了建筑物表情丰富又不失庄严的面貌。同一时代的法院建筑，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也有相似的现代建筑风格。地面五层、地下两层的建筑主体，建筑师形容它像一具对称的天平，表现司法公正的意象；而建筑内外则拥有大片的绿地、明亮的中庭、挑高的楼层以及宽敞的走道。这是建筑师刻意的安排，他期望这里拥有像教堂一样祥和的气氛，让带着愤怒、忧心、委屈的人们能在这样的建筑空间里获得身心的平静。到了民国80-90年代，法院建筑显得更加明亮，同时由于经费较为宽裕，使用更多玻璃、钢铁、石材等耐久美观的建筑材料。这个建筑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希望它比较现代，可是配合一般人对法院建筑希望它认为法院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比较一个有信赖感的一个建筑物，所以说我们也采取一些传统建筑里面一些稳定的一些要素，比如说下面的部分我们做个基座，中间是它的建筑的身体，上面有一个屋顶。那一二三层呢都是属于法庭，好，那4层到8层的部分是办公室，然后上面的部分是它的一些休闲空间还有集会的空间。事实上，这栋被称为拥有五星级饭店外观的台南地方法院属于古典建筑的元素已经不太明显，建筑师利用大片的玻璃帷幕让空间更加明亮宽敞。以前过去的这种司法建筑都比较幽暗，也许希望塑造那个就是比较敬畏比较肃穆的那气氛，那我们是相反，我们认为说应该比较光明比较明亮，那让当事人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气氛，所以我们采用了很多大片的玻璃，希望里面营造一个比较一个和缓的一个气氛。法院的内部空间特别考虑到当事人，休息室就设在法庭外头，当事人可以从容地等候。休息区里还摆设名家艺术品，当事人在进入法庭之前想必可以在这里沉淀一下紧张的情绪。今天在法院内的是一群很不一样的当事人。我以前觉得法院是很恐怖的，可是现在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很恐怖。以前觉得法院就是你犯罪才进去，现在觉得不一样，因为它这里很多这种绿色植物，然后看起来感觉还蛮舒服的。当然，如果有需要到法院来接洽事务进行诉讼，你也会遇到面带微笑的志工。我是本年书记官退休的，我来参加这个志工服务队，因为志工服务队参加呢是为民的服务的，还当对一挂老百姓呢做一挂工作，这是真欢喜心的代志。我伫遮吼服务40几冬，因为呢对
在我们地方里呢，啊，发生着真大的感情事，那爱搭下手的所在，我那也真爱搭下手。啊，无论以前哪有什么活动，或者有啥物训练，还是啥物款经营呢，我拢会真爱甲看看。台湾的公共建筑很少有同一种类型的建筑保留了从民国元年至今各个时期的建筑物，每个时期的法院建筑就是一个时代的切面，反映当时的思潮风貌以及人和司法的关系。有机会来去法院走走逛逛，您会发现这空间中有一股特殊情感，娟细而坚定。从繁复威严的古典走到简约明亮的现代，一点一滴的变化样貌。从法院建筑中，我们看到的是司法为民众服务的时代来临。看看各个时代的法院，您会发现让建筑空间的种种变化静静诉说着光阴的故事。